起来啊，人呢？娘娘，不要啊，娘娘！哎，我错了，娘娘。这是。你要这么干，我就不客气了。 我打的，你没事吧？我又没挨打，姿势好得很，不就是争风吃醋吗？特别好。小掌印，你要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，最好现在就说出来，这晚了我可就不爱听了。 我以后说给你听，以后也别说了。阿朵，娘娘不是有意的。秋月白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若是安分，我自保你一生一世无忧。 但你若再敢对娘娘动歪心思，我绝不会心慈手软。听懂了吗？这不就杀个鸡吗？你俩跟来干嘛？兴师动。张毅，把人给我看好了，他若再敢生事，毒哑。哎。